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要登场的时间了，叫什么名啊？一个炫灵，是我们的一位呢，哎，这个非常会唱老歌的一位呢，经典金曲歌手。是，他的第一首歌曲就将会带来这一首《相思爬上心底》，欢迎我们的炫灵，北马歌后黄炫灵小姐，谢谢。洗澡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心底尤其在那星期的寂寞夜里，他就在我心而已，叫我放下你啊，下呀相思，说是痛苦也甜蜜，让那寂寞在我心田化大了灭迹，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新加坡朋友们，大家热情的掌声！我们在场岐山庙全体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赞助人，大家晚上好！哇，非常棒的这个回应。那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们，大家晚间都好，我是黄炫灵，同样来自槟城。那当然，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再次的站在我们新加坡立新的这个舞台，为大家带来我的歌唱节目。也希望所为大家呈现的歌曲，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听得开心哈。来，马上的带给大家含有金曲风味的一首歌《One Night in Beijing》，北京一夜，来送给大家。谢谢。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心，不敢在午夜问路，化作他那百花深处，你说百花的深处住着那情人，不再是那些没有感谢的老人，一直等着那住着可别喝太多酒，走在彼岸门外，没有人不懂珍惜。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心，拔出高跟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你说北方的狼族。不敢在午夜问路，我走到了彼岸门。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心。不敢在午夜问路，我走到了彼岸门。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不来过？北京一夜 One Night in Beijing 来送给大家，谢谢您的掌声。来，陆续的为大家安排的这一首满是这一首经典老歌，来，人生一定要好好的享受，有时间大家一定要多看歌台，尤其是我们立新的歌台，对吗？ OK， 好，要多看歌台，心情开朗，自然而然就身体健康。来，带给大家这一首可爱的人生送给大家，谢谢。细细过一生，
起暴雨狂风，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记得有空要多看歌台哈。对对对，新加坡歌台很多。叫你卖钱真正，你钱真正，你看别老推了，扛过。别老推啊，没关系，干扣就慢慢别啦，碎就可以了。啊，碎就可以了。对对对，女生都是这样子。啊，对呀、啊，爱碎不加老皮醉吗？阿、欸、兄、啊，你的 gang 啊，你的 gang、啊。好了，我的 gang 什么意思？嘿，一样矮、啊。谢谢，Thank you。谢谢，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哇，这个有没有？哎、欸，看人的红包龙，你看。哇。你有感觉谁识无？啊，就是伊啊！你看，来给 camera 拍一下，这个 N 年前了，这个 N 年前了，这个你还是十年如一日嘛，哈、嗯，谢谢，恭喜发财啦，哈，来，你够你家己的红包龙啊，真好哈、哦。我冇龙。你冇什么龙？我家己的龙我本有。你家己什么龙？有啦。我冇龙。哦。你的什么龙？我的是抓龙。抓龙啊，我的是黄振龙。不要脸不要脸，提到黄振龙他不开心了，对，因为黄振龙冠军他亚军那已经五年了，你又在怨叹啊，五年了，哇，对啊，五年了啦，我在三年啦，这个在睡、啊、五年啊，三年不五年啦，不五年啊，你做啊，三年啊、哦、你是来自槟城啊，对，哇，那槟城的女孩子就特别，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跟他，我觉得你们很登对耶，是是，真的、嗯啊、阿爸阿爸什么阿爸，他不是老爸，他是老公。他叫欧巴。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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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巴。谐音啦，谐音。对，哎，很甘呢，很甘。甘哦。来来，一对新人，一拜天地。Hello， 最顶拜，不是一个起一个落。一拜天地，哎呦，你看偌甘。二拜。二拜高堂。高堂。哎呦，高堂。那糖分很高啊。高糖是糖分很高，糖分高啊你。哎，夫妻对拜、啊，这个不可以拜，要问过妈妈先哈。啊，来，要问过妈妈先才可以拜。哦、对对对，我要先跟到妈妈拜，我先问妈妈哦，拜高糖在后面。妈妈觉得可以吗？建斌大哥很好，他很有钱呐、啊，而且你看他再活多不多二十年了，所以以后他的财产就是炫灵的，哈。哦，要这样不美啦，要叫就这样。啊，手牵手。哦，受教。哇，欢喜啊你。好，谢谢谢谢。对对对对对。啊，你刷落来是伊要唱歌吼。当然啦，对，爸妈甲伊请来新加坡，对，爱感谢吼，爱加你的赞助您哈。你有没有读华语的书啊？我有读华语的。啊，请你念一念呐。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人，来自陈德昌夫妇以及我们陈哲良夫妇联合赞助我们今晚上的歌台节目演出，中沙地动雨。谢谢谢谢，哎，恭贺为恭贺为恭贺为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利大家，嘿哦，欢啦！好利大家，嘿哦。
公啊，换了。这个好像那个七牌好像不是很够哦。对，应该有点肚子饿了，对吗？哎、欸，可能啊，可能。再来一次充满活力的好不好？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的朋友，好，你打开，听哦。有力量，有力量哈！这几位哇，一出生便知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再谢谢哈！真的很开心啦，真的非常的欢迎你，时常都飞来新加坡为我们演唱。对 ，OK。对，我才几个月不见你就剪了刘海，来次要请刘海约我，我想一起剪，一起剪，没有问题啦，拿一个剪刀来就把它剪掉了， yeah. 很快。你不要剪我，哦、oh, ，不会，我不可以剪，你不可以剪，我一剪就没了。一剪梅，当然，两天晚上的歌台，我们集三秒哈，都是由我们立新娱乐制作来呈现、嗯。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昨日呢，为我们赞助爆笑的歌台的所有的赞助人啊，赞助商也谢谢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炫灵还安排了一首特别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嗯、什么歌？《纯情花》。闽南语歌曲孙建辉对吗？嗯哼，孙建辉是不是最新的一首歌曲？嗯、对，来自、那个、谢宜君的一首歌。谢宜君的歌，好，在我们新加坡也蛮红的哈，蛮多人传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带来这首孙建辉。谢谢，感谢我们帅哥美女。我听到孙建辉。
谢大家这一首《纯情花》，谢谢，谢谢我的炫灵，要常来新加坡，多联络哦，要 WhatsApp 我。